大家好，我是陈振春，柔州民主行动党州秘书，从事政治工作已经13年了。这一次代表民主行动党上阵立明达州议席选区，这次参与选举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为马来西亚带来一个改变，希望马来西亚有更美好的未来。这一次竞选的选区是立明达，我最关注的议题是立明达选区缺乏就业工作机会，导致许多立明达的选民要去外地工作。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立明达面对闪电水灾的问题。在我拜票的时候遇到许多的选民，其中有一个选民告诉我，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改变，为了我们子孙的未来，我们一定要改变。明年已经提成了竞选宣言，其中一个我最为关注的一个议题就是所有的政府工程都必须公开招标，这是为了要减少贪污和把工程颁给有素质的承包商，而不是照顾朋党。这一次的选举是为了要给马来西亚有一个更好的将来，国政政府已经不能够给予寄托，所以我希望选民们能够把票投给明年，让明年和大家共创一个更好的马来西亚。我在此呼吁立明达的选民们把票投给明年，让明年和大家一起奋斗，为马来西亚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大家一起来改朝换代，告别腐败，5月5换政府。